来，鸟打鸟是拿到了一个平胜啊，对战方女儿兔拿全场一速啊，关键女儿兔速度没对面快，对面大王占了一个速度位置，嗯，小死亡直接挂，可惜没中。啊，对面普陀先打灵动啊，来增加自己的法防，也没开花啊，化身打防御圈，第一波是防守啊，死因这边直接点五百开刀。苍白只能抓点啊，肯定是失败啊，晋级三千，有一波上法连了，有机会。点不死其实能压伤尸体也可以。宝格的善恶明显速度要快一点，紫禁城善恶速度偏慢，善恶拍了四百，金耀之拍了五百，宝格大王是个 Knight 啊 Knight 三百啊 Knight， 全是恶爆，很长脸，但还是没死。最后一只善宝没有用，五只善恶。出了四只善宝，一只四只恶宝，一只善宝啊，没有用，点杀失败。宝格大王是个耐的，好能顶啊，能喂五龙，什么意思啊？顶是喂错了吗？这个能喂五龙是毛线意思啊？好，活血化瘀脉。活血一把能推活六千，都是化瘀脉，化瘀脉并没有点那个人心啊，没有点人心化瘀。这化瘀的经脉啊，其实活血是有120%的一个效果，就比平常活血多120%的效果，所以活血起来是比较猛啊，暴击可能直接可以活满。那么点化瘀脉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说你要带治疗灵石，你全部带速度灵石的化瘀脉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，活血不是特别多了。那么五龙把对战方自己给睡进去，地府也是选择补光辉，那么反正点上失败啊，选择了先缓一缓节奏啊。对面是个宙斯，宙斯对关山大王还是有一定压制能力的，对面宙斯的速度也比较快啊，但是没有观战和尚快。全场的速度是观战方这边女儿是全场的一个二速啊，对面女儿拿到全场一速。啊，当然跟速度站位也有一定的关系啊，因为对战方普陀占了一个13%的一个速度位置，观战方这边大王占了一个18%的速度位置，差了5%。和尚能比宙斯快的话还是 OK， 没多大问题。好，女儿再封啊，封印神木灵命中。那么这个阵容的对决呢，其实说实话真宝阁的还是有一定优势的，首先女儿村上面速度上面观战方这边的优势就没有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对面是四个辅助再加一个大行啊，罗汉点比较多，那么观战传统法系可能对对面的这个限制会比较小。破血宝宝是出现了一个神佑，善恶也是先清宝宝再说啊，清掉一只 OK。 全部出现善宝啊，也没问题。康师傅是谁？这个是明秀元的神木灵。今天紫禁城把自己的女把木借给了明秀元，然后跟您从明秀元借来了神木灵，两边互换了一下，想试传统法。国标克制传统的四宝仪，但是这个四宝一其实不克制，对面的四宝一是有点上能力的，大唐速度也是比观战这边快，他配合大唐加宙斯是有点上能力的。宝哥大唐都是四扫，不是三扫啊，这种打三扫啊节奏太慢，应该是四扫。好，封特技。对面提了流云，平砍触发满天 OK。 大唐两边其实都是比较需要满天的，因为鸟阵大唐其实两边伤害都是比较麻烦的。
法系撸了一管金青，血量也是回上的。我们保个善恶真凶，6000多。再来 ，OK， 青虫还算是比较顺利，清掉对面大王宝宝。中间会抢速度啊，对面大唐占了23%的速度位置，关键只有13%，差了10%的速度，其实紫禁城大唐就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干扰的情况下，速度肯定是没有对面快，没有神马也干扰。好，对面也是先补光辉，给宙斯补的光辉。好，流云诀也提。五级金身，防御把大王点杀，4000平砍，追满天，配合宝宝跟啊 ，OK， 神木林的数据还可以。好、啊，神又一只，对面宝宝没有神，可以，节奏非常不错，这紫金身那边节奏非常不错。那青虫啊，进攻啊，什么还可以。毕竟对面这个阵容啊，单大行啊，青虫啊，各方面肯定是比不上观战的这个速度。观战实在不行，神木林、荆棘舞、冰川舵、青虫也是一样 OK， 是不是？好，破奖了，给了对面女儿的破奖。还行，进攻节奏还是比较不错。宝宝每回合都持续在飞啊，宝哥，主视角这边宝宝是占全的。珍宝都不神了，爷清洁。什么珍宝都不神了？他没，这你说他打 PK 总得有的时候神，有的时候不神，练了把把神又来，或者把每次都不神啊，总归有时候神，有时候不神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活血宝宝啊，饱了，小死亡直接点，这把对面是有一个化瘀脉群退血。火焰伞，以前耐大堂扫不动，这比大堂太耐了，好，大堂是真的耐。法系重武回来点上失败了啊，应该失败了，法系没出手，还出手或许能死，因为很多善恶啊，不，我有这个善恶猛，有金刚就可以啊，2000多，有机会，700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两只，1300死了啊 ，OK， 血赚。虽然是防御圈加护盾啊，有加盾，但是观战宝推上金刚之后，就第一波点上，你看善恶效果是比较差的。就第二波就打上金刚之后，伤害就明显高很多。打对面这种阵容，善恶还是比较好用的。打女拔木阵容需要那个留给女儿村的，女儿的速度也要。打女拔木队伍可能，对不对？就要立皮青蛇嘛，善恶青蛇不稳定啊，直接延掉啊，不管你给不给针，反正我延，延到一个6回合，大王是一个休息状态，法系4层风铃，可以在群秒或者冰，单清一虫也可以，清大王宝宝啊，清到一个人字宠妃 ，OK， 善恶应该也跟了。好，善宝这把。这边神木林的山恶也是被清掉了，要重新补只虫，再补出来可能就是法防了，可能就法防了。梦幻西游们，对，几率西游。
地府毒来回血，然后先把自己整体的血量给拉满。好，抓女儿速度了，思路很清晰啊。这片女儿村的速度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对面也是活血源，活四千啊，也是跟紫禁城那天差不多的模式。化瘀的化身是没有人心的啊。活血活不满的就活完群推啊，然后再活这样子，因为推气过攻救死扶伤啊是可以重置这个活血。化瘀经脉的注释之前给你们说过了，化瘀经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活血提高120%的治疗，就是治疗，然后有效果提升120%了，然后但是附带一个8回合的冷却，推气过攻救死扶伤啊，会重置你的这个活血，会立即重置你的这个活血，这样子。所以说，你像这把吧，珍宝化身就不能推，他只能不能活血，就只能全一口血，然后再重置一下这个活血，然后等大招起来之后再活嘛，那早就会再活啊。关键紧箍咒伤也比较多啊。主视角这边女儿直接喝酒流营了啊，想要一把金青，结晶的紧箍咒啊，结紧箍咒。好，奇迹龙凤啊，加流云，那么这个医术肯定是稳稳的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宝格的咒师也是，应该是全服紧箍咒孤血最多的，1704啊，然后1700以上，就是说一般一线队伍的紧箍咒在1600多啊，1650以上啊，点咒师了，女儿村的一手金星直接点咒师，1800，2300，暴击，直接拿。没有问题，罗汉，但是也不一定扛得住。好，和尚没有群血啊，推了把防御圈，可惜和尚速度都比大关大行慢，所以说防御圈其实没有起到应该有的作用。那么宙斯也死了，造成了一记双杀。造完双杀之后呢，对面罗汉是接上了。本来你们知道吗？本来他宙斯大行倒地了之后，紫禁城应该干嘛？拉地听了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时候接罗汉可能下回合会有个拉地听的操作，下回合可能有拉地听操作，这回合应该不会拉，有罗汉没有意义。当他速度比化身快，就刚起风了，有个奇迹流风的一个效果，本来是没有化身快。西沙的宙斯也是估1600多吧，啊，也是估1600多。宝格的化身应该是全服孤血孤最多的，1704。好，直接地听了，就下回会拉地听，我跟你们说过了，就是说点死咒师其用意就是说在下回我会出到一个地听的一个作用。来力劈小死，直接挂女儿，可惜没中，劈死女儿也差不多，1500，女儿村抗性并不是特别差。好，赤炎战敌杀女儿村，打死女儿之后呢，这个地听出手的环境特别好。我的天，你看这时候就体现紫禁城的这个高功力劈啊，伤害不足，是不是血太多了，有善恶看能不能死，1200死不了，那这样来出手环境就不是特别好。紫禁城用的明秀园的法系，来，你拿起来，
准备给砸吗？抓一把女妖村，砸了苍毛树，砸飞，那比较难受。罗汉一接，就基本上稳住，顶血。小兄弟要问，宝哥怎么开始用龙龟了？我就知道你们要这么说，龙龟啊，其实也可以啊，镜台龙龟够用啊，是不是？血宠嘛，镜台够用啊，无所谓。赌一口，那回血，那么应该问题不大。对面两个点都，但是对面是化瘀美人，一旦死太多时候还是有点难受。6500，我活完之后下把不能活的，奇迹如风起风，女儿下把金青防有小死，准备。好，高功力比青龙龟3000。再拉宙斯，女儿要一手金青来回一下血。下一回合的操作呢，对面和尚好普陀立一个血灯，也是能回到一部分上限了，对吧？女儿喝酒一清清，罗汉也有，还最后一回合啊，和尚救死扶伤拉一口，是吧？就可以。速度应该没问题。起风了，奇迹如风的这个效果加30%速度的，你说他妈速度还没，怎么可能没这？对对，这怎么可能？30%速度是什么概念？这有兄弟说，这对面善恶画卷，你在扯淡，你在放屁，那善恶画卷变出来宝宝能染色的。你当我不认识龙龟啊，对不对？龙龟我还认识的。来，今天加2100啊，可能是救死扶伤拉一口啊。和尚丢个无魂小死亡，直接准备点大堂啊，紧箍咒啊，配合大堂的四扫啊，珍宝大堂一定四扫，没扫过啊，哇操，和尚中了，扫过来了，1200啊，伤害也不太够，四扫果然四扫，4000，那么这个毒对吧，再加上紧箍咒状态够了，小死亡再挂宙斯啊，选择一手巨剑，可惜小死亡没有中，女儿是轻轻的啊，你顶着这个轻轻去挂小死亡的话，未免稍微有点自信啊。好，法师也是跟一把群秒，大王应该看能不能顶个大清啊，这把大行啊，那顶个大清的话就完美。皮和尚2400啊 ，OK， 那对面宝五号宝神了，山恶压女妖2400，有点贪心啊，你压一个单位倒 OK 了，跟着宙斯啊，宝宝直接被干死，大金顶不上。这样一来大行是被压死，主战方这边和尚主要是还没跌人心呢，观战和尚，那贼身和尚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化瘀脉，不好说啊，其实也可能是化瘀脉。好，三拍飘中和尚，对面活血还是给不了。好，真地防小死，地停进攻节奏非常快，直接挂女儿，顶针挂中女儿村，这把非常的完美，荆棘舞4780，拉起大堂断雄巨剑，善恶就能杀了 ，OK， 1100神佑了，好，解掉回春，对面顶拉起宙斯，宙斯可能直接砸化身了，哎，这砸大堂了，没守住，砸大堂了，这把很关键，砸吗？紧箍咒，没砸。
你打猫你这把你宙斯肯定点砸大唐啊，对啊，你宙斯速度比大唐快，对啊，你同一时间起来你不点砸大唐，宝哥现在也他妈晕死，姑死姑死，但是姑死没有用你知道吗，他女儿死了，那你砸他一管他是不是必死啊，你砸了肯定必死啊，砸死了之后你是不是舒服啊，对，你女儿死不了了，你这样女儿死了就被淹了难受，血量又回不起来，和尚化愚昧还被飘中，这 PK 基本上宝哥抬走，还年轻没事，输了没关系，还有对吧，下场再来啊，反正不死无所谓，好，开化身，嗯，小死再挂，长驱，嗯，青药帝听了没出手，嗯，2500，1000，嗯，还是没死，女儿宝宝死，嗯，这样一来其实也还行啊，嗯，再解回春，解掉大行情无咒状态，啊，不能一直被孤死啊。大行巨剑用完了，还得扫啊！善恶啊，清掉，杀掉 ，OK。善恶宝真好用，打九转耗的特别快。打真了，那你是打真了归打真了，你是控死他还是比较好啊？对不对？你控死他肯定比较好嘛？你说打真了，你打真的不是百分百，打真的是一个防守动作啊。啊，也是抓了。就你意思打真的时候，你人反正不怕死了，老实就是人打真的也怕死啊。好，救死扶伤。哎，宝哥，救死扶伤900血，有点少，当然补野兽啊，野兽都没补。再拉宙斯，宙斯起来，这时候也没办法，只能紧箍咒，干不了别的。700没守住，龟速善恶，嗯，整紧箍咒没操作啊，普多起来。啊，这农民怎么换频道了？我刚刚看到我小号有个点了农民的关注，看了弹窗，农民怎么换频道了？变成5151去离开96了吗？96就要倒闭，那不会，对吧？96有老刘，怎么可能倒闭？你别开玩笑了啊！96有老刘，老刘还可以，是不是？现在主播都自己开频道了，真的，一个都自己开频道。真的开得动。谁是有流量这么大都自己开频道。好，虚了。那么这边你持续的压倒对面两个单位。其实化瘀脉的和尚啊，就紫禁城之前也用过化瘀脉啊。
花园卖的和尚有个特点，就是说我就持续单个人物单位倒地是无所谓的，但是你一旦多个人物单位的倒地的话，玉麦是比较吃力的，血回不好啊，不太好回啊。好，再刮风，关寨法师又中无魂了。你啥时候单飞？我没那实力，兄弟，我也想飞啊，我没那实力，没那实力咋飞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哥哥们，没那实力咋飞啊？来，粉丝卡给你们开份均等的168红包好吧，拿粉丝卡啊，兄弟们，来来，粉丝卡来个均等的弹幕红包好吧，不是弹幕红包啊，是均等的168宵夜红包啊，宵夜红包啊，可以整一整。然后直播间各种玩法都可以玩的啊，高宝图750火箭啊，宝珠的话是300-2000啊，双玩在地听。然后打书啊，洗连地听啊，什么都可以啊。打书，玄黑350火箭啊，别人都300，咱们350，好吧？好，活血6500，宝哥的化身也是治疗买的，一样。清掉啊，续命，女儿也可以起了。你说龙龟清不掉啊？这个龙龟法防还是挺吸收伤害的。顶化身血量消耗很大，宝哥这时候九转啊、大金啊消耗都比较快。那下一波还是不能活血，还是不能活血。女儿出了一个孩子，零元的话宝哥还是比较多的，两点一点两点两点两点，四个两点一个一点，女儿充值1.0元。珍宝用龙龟是八阵，应该是近台龙龟。你们别看不起珍宝用龙龟，什么意思啊？欢迎和尚哥啊，和尚哥，这些玩法都可以玩啊，零豆豆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。宝图750火箭，宝珠还是双玩，300-2000。好，赤焰战地啊，紫禁城还要进攻的，抓几把中女儿速度也比对面快啊。继续赌来回血，赤焰战地打上，赌为金身魔帝，没有，怕宙斯砸，1000-2000，宙斯没法防，宙斯法防本来就不是特别高，宙斯本身没什么法防。地停这速度是真的快，超快地停啊！对面和尚走了金器，没有走罗汉、啊，看不起紫禁城地停。嗯，神了。嗯，紫禁城的时候还是得把小紫挂出去，感觉漂亮。大家粉丝卡，粉丝卡是168的宵夜红包啊。168概率均的，你们送张粉丝卡，续咱们的粉丝团，好吧，续咱们粉丝勋章啊。三个点现在血量还比较健康，当然有盾，还是要点，还是要点。重 PK 把和尚一点之后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化瘀经脉和尚是回不上血。啊，封了地府，对面人拉女儿村，破甲给了地府，哎，点地府嘛，点他和尚啊。好，地停秒一把200，法防比较高，地府法防也高，地府高速点啊，好，摄魂杀地府，好，群推，推血重置活血，1500-2000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这伤害，群秒有点不太够啊，群秒不太够，摄魂杀不死。感觉鸟阵还是伤害稍微有点欠缺，是不是啊？
鸟镇伤害的确还是稍微有点虚弱啊。好，善恶打出了善宝，这归宿善恶没出恶宝，出恶宝守住了对面女儿。喝酒，普陀点灯。那女儿有速度的话，直接虚啊，直接虚。换出来高级一致还是能把对面秒死，秒到地府和女儿村应该是。地府也残血。好，直接虚，这只虚弥是1510灵力啊，灵力天赋。1351，哇，没死。但对面也没放，地府进去了，我、哦、这管这虚弥虚弱。不是虚弥虚弱啊，驱散掉血灯 ，OK 的。其实也不是虚弥虚弱，没爆啊，爆了两个都死，几个都死。啊、这样吧，这样有点亏啊。人物单位都起来了，他地府金钱还解掉了女儿的九雷癫狂啊，这样子在对面女儿身上还要愤怒，而且呢还站住了。你要么去笑他啊，你不笑他呢，你控不了他别的单位。颈部受伤害跟什么有关系？跟灵石有关系，故伤灵石啊，故伤灵石。感谢路人的爆竹支持，感谢路人啊，感谢路人老板的16个爆竹，感谢。好，笑女儿还是选择了笑啊，立正。好，笑死，点了。不过宝阁的小死也没挂住，关战也小死，挂了对面女妖村，推齐国公2000，巨剑，自行车要点一定是巨剑点，关战也是巨剑，3.0元斩死了吧？我操，死了，2200，虚弥够了，嗯，够了，那么这样对面杀死关战，对面。观战没有小死亡，对面宙斯多一个小死亡还是很赚，明虚弥还是 OK 的，虚弥速度稍微慢一点，被对面的力劈轻了就不一定绝杀得了了，但是也还行啊，宝会跟。现在是化瘀经脉啊。叠不叠人心其实也不重要啊，反正一把活血器差不多能活得差不多7-8，至少保底有4000多嘛，保底有4000多，暴击就7000多。宝阁今天和尚金脉应该也是三只疗啊，跟紫银城那天一样，化瘀三只疗。哎，该说不说啊。好，对面女妖有速度，顶了一个回来回，昨天两边女妖速度差距比较小啊，对面顶了一个回来回足有速度，也没有神马的干扰，两边都是没有神马的，关键的这个是初期地听也是，初期续灭是没有神马的，对面孩子肯定也没神马，都没神马，就差一个回来回速，刘云骑女儿，对面拿回一速。再骑伞。那么紫禁城的满天的话叠到了一个第二层应该是。第二层。对面的话还没叠出满天来。宝宝神用。紫禁城优势很大，但是没把推下来你知道吗，有点亏。优势很大刚才。那其实这种 PK 我说句实话啊，你虽然优势很大，你前期的优势再大，但毕竟你只是一把国标阵容对吧，你一旦。对面毕竟是有地府的，一旦被人点倒之后，他女儿一旦有速度，你一把针过来，你延长你大堂，你这边也难受啊，是不是太难受了，很烦的。概率均等168，宵夜红包没有送粉丝卡的兄弟们送一张粉丝卡，续咱们的粉丝勋章哈，续个费。
概率都是均等的，送一张跟别人送十张二十张都一样的，但尽量还不是要送多。你看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又要点你，丹大郎一把横扫点杀啊，因为知道你和尚也没人心啊，所以说化瘀经脉很容易被二次点杀。好，魔镜加上啊，龙龟开封正好可以扫过来了，1900-2000开刀啊，伤害应该够，有魔镜激发。啊，大郎死了，你看这样一死之后比较难受了啊，大郎会被持续被延。那么光紫禁城这边光只有一个神木灵输出的时候，对面只要接上一把罗汉，那等于说是没什么用啊。对面地府3.0元啊，这样一来一延过来，你大郎八回合起不来，二再加对吧，32回合的时候还能延长啊，延到一个差不多到36回合左右才能起来，那这八回合躺的明明白白。禁锢节奏没了，其实感谢8092，感谢大家粉丝卡。有马没有用啊，对面刚刚跟你们说过一个东西，紫禁城是拉了神马，但是对面补过一把流云诀，你们发现对不对？在紫禁城这边女儿村没有神马，对面没有神马，对吧？对面速度是比关山这边快的，那么对面补流云，你拉神马，是两边流云跟神马是完全两边是抵消了，所以说对面速度还是比你快啊。那紫禁城通过大行的长时间倒地，那么只能通过这是须弥啊来，两只谛听啊来压制珍宝阁，因为这个时候对面宙斯倒地，没有宙斯的一个砸谛听的话，谛听还是出手环境还算是可以的。那么对面现在女儿村有1.0元，他可以打针，他可以继续打针，打针只要给关战和尚就行了，其实啊，是不是？对面女儿打一针和尚，关战这零元给不上啊，谁给啊？神木给神木有那速度吗？神木稍微没速度，是不是？神木不一定有速度啊。那神木的速度不一定比谛听快。96几个工位上面应该是三个吧，应该是三个。来打针，打针和尚了啊，和尚没有笛子，地府肯定不可能带笛子的，是不是？地府肯定是金兽云齿加孤魂命谱，封了大行。啊，摄魂一只谛听啊，5000有魔帝，神木给零元，神木给零元啊，冠照先出手。666-600-600-1100-600-200，泰山1100，奔雷啊，紫禁城很冲啊，直接给了5000啊。神木岭有4层风铃啊，给了战敌啊，加了这个，这个被摄魂过啊。好，出手了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大郎肯定是能杀，大郎肯定能杀，女儿也差不多。可以，4000-2900，双杀赢了，赢了，这 PK 赢了，女儿神了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化身死，我操！这两只地挺可以。虽然女儿和尚这打很堵啊，这 PK 啊，
这两个地听一旦秒不出威力的话还是很伤的。那么珍宝阁也是在这次剑会当中遭遇了一个连败。好，风卷残云7000，可以。和尚一旦秒，哎，珍宝这阵容和尚法防也不高啊，是吧？啊，和尚法防也不高。来，粉丝卡没有送的兄弟们再送一张粉丝卡，概率均等粉丝卡来送送。我们办一个粉丝牌好吧，然后粉丝牌达到4级啊，可以有免费的这个红马。粉丝牌到4级的，嗯，可以免费有红马，可以私聊我们助理啊，或者我看到我就会给你卡。4级理解勋章，嗯，有四有红马，免费的。每天送比心，哎，有比心的送送，不送比心不行。宝哥今天阵容其实也不太行，但这 PK 紫金身打也还不错，进攻节奏非常非常好。我操，宝哥现在感觉真没以前那么猛啊！我发现啊。